啊，今天我这呃分享的这个呃主题是跟呃 post cinema 有关，然后也是我最近呃正在读的一本书，呃的名字就是这个呃 post cinematic bodies，嗯、呃，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后电后电影后电影身体。嗯、呃，那我今天就是会。 呃，围绕呃这一本书，然后去呃讲到，就是首先是一个 background，就是这 background 是跟那个呃具身性和呃 moving image 有关的，就是说在呃就是因为呃这一本呃这一本新书就是这个 post cinematic bodies 是。 今年，呃，上个月，呃，七月份的时候，呃，刚刚呃，publish 出来的。那但是就是，嗯，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早的时候，在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呃电影和媒介呃，理论方面的学者提出跟这个就是把呃，moving image 和这个具身性联系起来。呃，所以呃，这本书的呃，post cinematic Bodies 的这个作者也是受到了这些呃人的呃启发，然后从中发展出来的呃他的这个呃后电影的这样一个嗯呃具身性的一个理论框架。嗯、呃，那呃随后会介绍到他这个呃本书作者比较呃重要的一个。 嗯，哎、呃，一个一个一个 terminology 就是这个呃 disco、uh, related images 以及这个呃、uh, co related images 之间的这样一种呃、uh, 关系。嗯、uh,，呃，这个可以把它就是理解为是这个呃、uh, 相关性呃、uh, 影像和这个呃、uh, 去呃、uh, 相关性影像。 那最后呢，就是会讲到这个，呃，在这样一个就是呃后电影媒介，呃和这个身体之间是，呃呈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呃新的关系，嗯、呃，以及身体是在这样的呃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怎样被呃塑造的，嗯，那。 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一本呃书，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它是在呃今年前两个月刚呃出版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那个，他现在是呃在这个嗯电影和嗯、呃、媒介呃研究领域的一位呃 professor，呃现任是在呃 Stanford 呃大学。那他同时也是这个呃。 Moder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的那个呃主导那个呃他们的那个 Stanford 的 PhD program，嗯，那这本在他这本呃新近出版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其实是在探究就是呃在我们现在的一个呃算法时代，人类的这种具神性这个 embodiment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那他提到的这个呃后电影媒介技术呢，就是比如说像呃人工智能、嗯、呃、V V R 就这个虚拟现实、机器人技术等等这些，是如何影响并重塑了我们的身体？那《后电影身体》这本书其实就是通过关注这个一些我们日常的设备，呃，比如说像是呃智能手机。 呃，互联网的呃，就是这种联网的这种运动设备，像智能手表啊，还有等等一些可穿戴的智能设备，呃，以及就是说利用这些设备去进行创作的一些呃一些这种呃新媒体作品，来去探讨这个这个嗯、呃、人类的这个呃具身性的一个转变。 嗯，同时就是他也在这里发展了一种呃新的聚生美学去，去呃适应这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算法技术、预测技术，以及他提到的一个代谢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呃新的时代。嗯，其后然后就是会对先会讲到一个。 呃，给出一个呃 background，就是在我们谈论嗯，因为因为今天的主旨其实其实是是跟 embodiment 有关，只是这个 embodiment 是在这样一个后电影媒介下。嗯，那其实讲到这个嗯，讲到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呃身体性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也是大家可能也比较熟知的，其实也就是。 嗯、uh,，affect 就是这个呃情动这个这个概念，呃，这个其实就是呃德勒兹最早他就在嗯他的那个呃研究电影的那个呃两部著作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过，嗯、呃，那在这里呢，就是呃这位作者就是 s h a n Danson 呢，他其实也有从这个呃 affect 去入手。 那首先，他其实提到的是其他几位，嗯，这方面的呃学者，一个就是这个呃，Eugene，呃，Brinkman，他是这个呃呃那个 MIT 在呃研究这个当代媒介和呃和电影理论的呃一位学者，那他在很早在。 在在他早期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关于这种情动的一个外在性，就是嗯，在他那里呢，他试图他试图是将这个情动跟身体分离，他提出来的是一种无主体的情动，就是他是这种他试图把情动去跟这种。 呃，情跟我们的情绪内在表达、模仿和身体去脱钩，去发展出一种，呃，一种这个呃，他的这种他所谓这种 disembodiment 这种去具身，呃，或者是这种离身离身性，呃，这个是由 g 尼 n 他在早他在他在大概好像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他提出,出来的，呃，就是呃这样一种呃呃离身性的一个呃理论。 那其实，呃，Danson 呢，其实在他的这个，呃，在 Eugenie 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发展出了一他自己的一个，呃，就是情动和身体的这样一种，呃，呃，这种呃联系，就是他认为，就是他，就是他，他希望将情动跟这个身体和物体去重新的连接，但是呢，也他也受到了 Eugenie 的启发，就是他会。 同样就是也质疑了，就是情动跟这种主体性的一种呃耦合，呃以及这种呃具身和个体经验的呃耦合，呃，因为在他看来呢，就是尤其是在他对后电影媒介的研究的这样一个嗯、呃、经验当中呢，他认为这个呃 embodiment 其实是在我们的主体经验范畴之外的。 那这个呢，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就是它是会以这个呃算法和这个呃数呃和这个数字文化产业为例，呃，去提到为什么这个他认为具身性其实是在主体经验范畴之外的。嗯，然后呃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可能就就是这个情动的装置，就是这个、A、呃呃 e f f e c t i v e 呃嗯 apparatus。呃，这个其实呃。 apparatus 这个这个这个装置的这个这个概念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呃，这个呃呃，Bowie 他就提出来的。那这个这个装置其实它指向就是就是一种一种一种,一種操纵，一种控制性。呃，在这样一个系统当当中，在这样一个装置当中，就是这种具身的这种情动的外外在性，对于主观。 体验来说呢，是这种是它的这种有效的一个前提，嗯，那但是就是对于呃对于那个呃 Shan d a n s o n 来说，他要将这样一种就是他对于这个装置的研究，也是放置在了这样一个我们现在的这种呃呃就是这个后电影媒介下去对这个装置进行一个呃重新的考察，嗯。 呃，同时呢，他也就是呃考察了，就是这个这种就是装置是如何在这种呃内部和外部的这种呃传导过程当中去呃发挥作用的。那也就是他要将这个呃 embodiment，就是从呃个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personal 和这个呃私人 private 领域去。 呃，向外去呃延展出来，所以它是这种呃，就是超越了由经验决定的，或者是超越了这种呃内省的身体，它具备它具备了一种外在形式的能力。从身体分离，那它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归功于身体之力量。 嗯，uh, 所以他其实在这里呢，也有提到那个，也有也有提到，就是呃，关于呃思辨实在论的一个呃一个就是不足或者是一种质疑，就是说他认为，嗯，虽然思辨实在论也是在寻找这样的一种，就是呃一种超越性，呃，但是他认为思辨实在论。 还需要去解释，呃，媒介跟这个具身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呃，就是媒，他认为媒介其实就是一种呃前人类的这个它那个机制，就是呃它是超出了这个我们对于呃世界的一种呃意向性的关联。 但是它在这个物质层面上呢，它又构成了这种呃意向性本身的形状，呃，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的，比如他说到的这个相关相关性，呃，和非和去相关性。 呃，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讲到呃思辨实在论的时候，也大概有提到过，就是他就是是呃思辨实在论者对于呃相关主义的这样一种呃批判，呃，但在 Shan Denson 这里呢，他是要试图去结合把这种呃这个呃相关性，呃与这个呃去相关性去在这个图像的层面上去去进行啊、呃、进一步的考考量。 嗯，然后同样，我们就是回溯一下，嗯、呃，简单回溯一下，就是呃，这个具身性和呃和这个电影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是如何在嗯在这个呃理论学界被嗯。 被被探究的，那其实呃，Vivian 呃，Shopshack 也是 s h a n d e n s a n 在写这本书当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参考人，呃，就是他的呃一位那个就是他的 reference，嗯，那呃，Vivian 是呃，Vivian 是呃，Vivian Shopshack 他在这个呃一九九二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就。 他的这本书的《Address of the Eye》就是这个呃、啊、目之所及，他其实最早就是奠定了这个呃电影的呃现象学框架。嗯、呃，他试图要去回应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的身体和电影的身体是可以如何相互呼应的。他试图去化解这样一种人和机器之间。 在那个在那个时代，人和机器之间的那样一种紧张的呃对立关系，他企图在这里去重塑，把人的身体跟电影的身体去进行一种呃连接，呃，去重新的拾起这个观者之身和这个电影的身体之间的一种亲密关联。呃，他其实在他随后呢，他的这个呃。 Carnal Thoughts 这个肉身性的思考吧、啊，就是这个 Embodiment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他在这本书当中呢，同样他其实也有这个是，嗯，他在两千零四年的时候的这本书呢，他其实有进一步的去，呃，提出一种就是所谓这种后电影状态的一种忧虑，就是这种后电影状态其实也就是一种被数字包裹的，呃。 一种环境，一种就是概念化的、图示化的，呃，一种就是呃，在一个就是这个 electronic space 啊、呃，一种呃离身性的呃这种呃虚拟沉浸式的这样一种环境中，呃，他就是这里面呢，他提出了就是呃，Vivian、呃、v Viv i v i a n s o p s h a k 提出了他的一种呃这种。 嗯、um,，post cinema 的一种忧郁，所以他通过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就是数字的身体、电影的身体去去去去考察，呃呃，观者和电影的这种呃这种呃亲密关系，呃，他同时也其实。 在这里呢，他是重新回到了这个呃梅洛庞蒂的呃现象学，也就是所谓的梅洛庞蒂的那样一个呃身体呃的主体。嗯，所以这里会提到，就是呃梅洛庞蒂在他的那个呃电影与新心理学，这个其实也不是他一本书，这个其实是他在呃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的一篇。 呃，一篇 essay，呃，这篇 essay 当中呢，就是梅洛庞蒂他专门论述了这个呃，这个就是他把他的那个呃，他把他的那个那个呃现象学运用到了这个呃电影的那个呃理论当中。那他这里就其实他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呃，就是这种呃具生化的呃电影那个 e m b o d i g d film，嗯。呃 在这样一个去身化的电影当中呢，这个影像是随着它自身，它呃随着它的涌现而展现自身。那这里就是他这个呃梅罗庞蒂就有指出，这个呃一部电影其实并非是诸多影像的总和，而是一种呃时间的形式。呃，他说这个归根结底，我们只有。 通过知觉才能理解电影的含义。电影不是被思考的，而是被知觉的。这里他就提出了一个，就是呃，电影作为呃知觉的主体，就是那个 per perceptual 啊 object 电呃，对，做电影作为知觉的知觉的一个，应该是作为知觉的课题 p e r c e p t u a l object。 嗯，um, 那他这里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电影本身的电影本身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呃创造性的表达。呃，这个呢，其实嗯、呃，前面讲到的这个呃，subject 呢，其实它就是呃根植于这个梅洛庞蒂的这个呃现象学，他提出来了这个呃人和电影机器的这样一种身体上的一种呃相似性。嗯。 那在这之后呢？嗯，还有一位呃学者呃，Steven 呃 Steven Shaviro，呃，他其实也有呃，就是与之对应的是这个呃 Steven Shaviro，他在他九三年的这一本呃《The Cinematic Body》当中呢，他提出了他提到了这个影像的一个主动力量。 嗯，um, 但他在这里呢，他不是使用到的是这个像呃 s o p s h a k 的这样一个呃从梅洛庞蒂出发的一个现象学视角，而是他从这个嗯刚刚讲到的这个情动的这个就德勒兹提出的这个情动的这样一个视角，所以呃 s h a v i r o 呢，他是以。 以这个呃情动为导向，呃，去研究这个呃电影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的。那他在这个嗯 cinematic body 当中呢，他对于那个时候流行于这个就是非常流行于电影理论研究的这个。 一种主流的一个方式，呃，方式就是那个拉康的那个镜像阶段，或者是拉康所谓的这个，呃，镜像主，呃，镜像主体，呃，他在这里对这个，呃，拉康的这个模型进行了一个激烈的批判，他反对，呃，这个模型对于这个，比如像那个，呃，这个菲勒斯中心主义这种。 所谓的那种呃阉割焦虑，呃施虐受虐意识形态和这种能指结构的一种呃过分的强调，呃，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呢，呃 s h a v i r o 他其实是传达了当代文化中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矛盾，那他肯定的是一种彻底的后现代感知力，嗯、呃，所以他在这里呢，其实也是重新。 赋予了影像它自身的一种呃一种主动的力量，而不是说影像它需要去依靠呃观者去建立自身的主体性，因为这个是拉康的这个镜像阶段，就拉康所谓的这个镜像主体的这样一种呃呃这样一种呃看法，就是说我们自我的确立是自我主体的确立是需要依靠呃镜像来去。 呃，就是我们对于镜像的一种观观察来去确立我们自身的主体性。呃，但是在 s h a p i r o 这里呢，他认为影像本身它就有一种主动的力量。呃，影像本身它就可以去，它可以去诱惑观者，去对观者去肆意的施加影响。 而且就是我们就是就是就是他认为影像其实始终是在召唤着我们，而不是说我们在凝视着影像，而是反过来影影影像在召唤，在维系我们的我们的凝视。嗯，所以这个呢是呃。 这个是呃 s h a n Danson，他在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呃一些这个呃理论来源，嗯，那从这样的从从对于前人的这个研究基础之上呢，他发展出来的这个呃 postcinematic bodies 呢，就是从这个。 呃，post cinema 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进行研究的。那但是虽然我们看到它这个词是叫呃后电影，但其实在嗯，在 s h a n Danson 看来，电影跟后电影之间，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呃清晰的界限。那后电影呢，其实也并非是宣称了电影的终结。 而是说，就是在后电影这样环境当中呢，电影是被包裹在了这个由呃算法过程转化的环境中的、呃。嗯，那这里就要会提到它的一个就是这个呃 d i s c o r r e a t i o n 嗯、呃，它所谓的这个。 Discorrelation 就是，呃，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 correlation，就，呃，你可以理解为是那样一种主动，呃，就是那种 a f f e c t 就是说这个图像它是直接的作作用于作用于人类的感知观者的感知，嗯，但是在呃这个在这个 discorrelation 当中呢，这个这种这种算法的图像呢。 其实它是在人类感知之外的，它是不可见的，它具有一种微观的时间性。这个微观时间性其实也就是，呃，也是那个呃，Wolfang g Ernst 他提他在研究那个呃媒介的时候研究就是提到过的呃提由他提及的一个呃一个 terminology，嗯，呃，以及就是说他是这样在这样一种就是呃代谢。 的过程中，就是它的这个 met，嗯、um,，metabolic process 其实是相对于呃主体性而言的，就是嗯，这个 s h a n d e n s o n 所谓的这个代谢过程呢，它是它不是主体性的，它是环境性的，就是它是去呃试图去改变我们这种互动或者是这种生态呃交换的这样一个呃一个一个方式。 嗯，um, 所以后电影呢，其实是由这些去相关性的技术所定义的。这种技术它是作用于人类关系范畴之外的物质。那以呃，就是就是以这种呃呃这个呃 discorrelative 作为基础呢，它去。 讨论的是，在这种 VR、AI、智能手机和机器人的时代呢，去发展一种全新的关于呃具身性的现象学与政治美学。嗯，这也会就是呃用到这张这张图，其实是跟那个呃就是 s h a n d a n s o n 他自己在。 在写这本书之前的时候呢，他其实有在呃 Stanford 做过一次，嗯，做过一次演讲。那其实他也介绍了一下，就是其实也介绍了他即将当时即将要出版的这一本书。那同样就是。 他其实就引出来了刚刚讲到的，呃，那个呃，Vivian Sobchak 以及这个 s h a v i r o 的这两本书，呃，就是这两位学者其实是他，呃，这本嗯、呃、可以说是这个奠定了他呃这个研究的这样一种。 呃，两位非常重要的这个呃学者，那他在这里用到了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示，去比较直观的去表现他所谓的这个，就是在在这个阶段呢，就是是一种呃 co-relative force 一种相关性的力量，就这种相关性力量是可以被我们所直接呃感知的。那在这里用到了就是这个呃 macro perception，就是一种宏观感知，对，可以这么理解。那。 直到就是说，嗯，呃，到它的这个，到它的这个后电影媒介当中呢，它还要纳入一种就是微观感知，就是这种 micro perception。这种 micro perception 是直接的这种，它是跨越了呃文化和语言壁垒的，它直接就是它是它是一种呃身体性的一种呃呃一种 perception，就是在你的这个呃。 意识之下的，或者是意识之外的一种，嗯，一种啊、呃，一种感知。那在这里呢，他就把它就是，呃，就是把这两个整合起来，他叫这个呃，nano perception。呃，这种 nano perception 呢，他提出来是一种前，呃，这个 pre-personal，就是这个呃，前个人。 前个前个人情动，呃，这前个人情动其实刚才前面有讲，就是他要提出来是一种就超越了这个主体性的，就是呃是超越个人或者是私人领域的这样一种呃情动的主体，呃，所以他这里用到了一个呃 pre 呃 personal 这个这样一个词，那后面其实我们会会会看会更详细的讲到他这个他这个他他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 嗯，那这里有一个，就是就是会发展出它的这个去相关具生性。呃，在这里呢，就是它将这个就是这个呃肉身的肉体的这种相关与不相关，或者是与去相关的这种力量和潜能，把它们置于前景，呃。 就呃重新思考我们跟这个呃算法生命世界之间的一种呃共生关系的基础，呃，所以他提出来了，他提出来的是一个呃去相关性的现象学和政治美学。那在他在他看来，这个 disco-related images 呢，就是一种就是数字呃就是这个呃数字影像中的这种算法过程，因为这种算法过程是我们。 呃，人类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感知是没有办法去感直接感受到的，我们是看不到那个呃呃，就是这个影像背后的那些产生机制的。嗯、呃，所以这样的算法过程呢，其实削弱了观者和影像之间感知的纽带及那种呃相关性。呃，所以在他看来，后电影装置就是那个。 apparatus 那个那个装置，呃，它的特征就是人类感知与算法过程之间的这样一种呃去相关性。所以，他在这里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去去相关性中，人类身体的位置又在哪里？那其实我们就是他认为就是观者的身体呢，其实这个。 在今天已经嵌入了这个当今的这种自动化和数据密集型图像的这种生产和呃接受过程当中，嗯、um,，OK，那这里就是他有其实有提到一呃呃一些这个呃艺术家作品的嗯、呃、案例。 对，在这里提出及指出一下，就是他在这里，呃，他在全书当中没并没有，就是说我们，呃，他是以这个呃新媒体作品为例，而不是我们呃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个 cinema 那个呃那个电影里面没有任何电影的案例，而是呃这个呃艺术家作品的一些嗯呃一些例子，嗯，那这个是那个嗯。 媒体艺术家 y e n Chen，他的那个他在其实，嗯，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呢，有一件这种呃实时,时生成的一个呃呃那个电子游戏呃的一件作品，就是这个嗯，呃《m i s s a r y Sunsets》的 Self，嗯，它是一个就是实时的模拟了一个就是一个场景，就是一个火山嗯、呃、火山喷发的一个呃场景，那。 这个场景，它这个就是呃，周围的这些火山，周围的所有的这些环境呢，其实都是呃，由一个叫做呃 Mother AI 就是的一个这种未来人工智能所控制的，呃，但观众其实。 在看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主动权的，就是观众他不是像一个电子游戏一样，就是说你可以去操控它，而是说你只能看着眼前的一切的这个呃发生，嗯、呃，你没有办法去操控它，因为背后的这个呃操控是由这个呃呃 mother AI 去呃实这个呃实现的。 嗯，um, 那这个作品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呃，在这个呃 Unity 这个游戏引擎当中呃制作的。嗯、呃，它在这里设定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 Mother AI 呢，它对于自身的这种呃无形的存在，它已经感到厌倦了。所以呢，呃，这个 AI 它试图去采取一些物质形式去进行实验。嗯，那这些就是。 屏幕上这些呃，比如说像这种黄色的这种呃液体，它其实是 AI 和这个生物领域之间的一个使者。就是通过这个黄色液体，AI 它可以去扮演或者是去占据有呃一种叫那个 w o r m life 的呃动植物，这样呢，这个 AI 它可以去试图感受到有躯体的生命，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um, 所以在这里就是呃，就是这个呃，人工智就是这个真实的人工智能，因为它真的用到了这个呃人工智能，就真实的人工智能在这里呢，又扮演了一个虚构的人工智能。嗯、um,，那这个里面的这个视频呢，它其实就是它自身，就是它夺取了人类玩家的角色，它使人类感到了一种被边缘化和离身的状态。嗯、um,。 因为我们观者没有办法去采啊采取任何的行动，只能看着这个嗯 AI 去对它周围的环境进行操控，所以在这样一来，就是这种观看主体的这种互动的可能性就被剥夺，他们的视角就这样被框定了。嗯，那在这样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永远持续通，就是它。 一个一个就是没有止境的这样一种呃一个系统面前呢，就是人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存在似乎就变得是可有可无的。那人工智能呢，就是呃不断的根据自己的呃偏好、自己的喜好，呃去呃改造这样的一个呃世界。那在这当中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系统当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 Ian、e. Chen，他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去提出来，呃，这样的一个问题，呃，去试图去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呃非互动性去唤起我们去重新思考跟当代图像的一种现象学关系。所以这个是呃 Shen Danson 在这本也是在这本书当中去主要讨论的主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意识。 所以他也是以这以这个例子作为作为一个呃作为第一个案例去进行嗯、呃、去去去进行考察，呃，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让我们去重新评估我们今天感知的身体是处于什么样的呃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在这个烟秤的这个数字图像当中呢，就是这样一种。 呃，这样一种数字图像就是先 Danson 所说的那个 disco-related images。呃，这种这种数字图像在它的内部的那些不可见的计算处理过程，就是那个 AI 它在背后的那些计算处理过程是 invisible 的。呃，这种这种 invisible 这种不可以被直接的呃呃，就是嗯被我们所看到的。 呃，这样一些不可见的处理过程，它其实就像刚刚呃，Danson 所说的，就是它瓦解了或者它侵蚀了这个呃观众和图像之间的一种传统的一种呃感知纽带和关联性。嗯、呃，所以他在这里进一步提出来的是一种媒介的超越性和否定性。呃，那这个这个其实呢，它也。 在此去试图打破一种就是呃呃那个技术决定论和试图去重生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僵局。 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这样一个就是算法时代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学者去重新的回到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讨论之中，就是它跟技术决定论或者是跟加速主义形成一个鲜非常呃鲜明的对比的，就是有很多呃很多呃哲学家去重新的在这样一个后现代去重新思考。 呃，人的主体性问题，但是在 Shandansen 里，他不是要去从私人的主体性，他也不是走向一种加速主义的这样一个道路，而是说他要在呃呃打破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呃僵局，去提出人和技术之间的这种呃传导的特性，就这个 trans transpective nature，这种呃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才是存在的基础。 所以这两者其实是彼此都不可分离的，嗯，那这里他提到一种肉身的一个否定性，就是呃呃呃，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呃那个那呃包括呃 Vivian Sobchak，他们。 的更多的呢，其实是从呃这种肉身本身的一种呃肯定性出发，那他的这个对于肉身的一种呃否定性呢，其实也是来自于那个呃女性主义学者，就是这个呃 Iris，m、呃、a r i o Young，她其实之呃很早她就提出来过，就是这个呃肉身呢其实是被。 呃，建构的一种类别，就是在物质层面上被建构的类别，而不是生理学当中所谓的一种呃本质。所以，这个这个肉身的呃否定性是在于，呃，我们自身的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呃身体，呃，其实嗯、呃，并非是像嗯。 呃，早期的研究 embodiment 的学者认为的，他们是我们的，我们存在的一种本质。嗯、呃，他在这里肯，呃，他在这里其实重拾了这个，就是肉身具有的这样一种，呃，否定性的一面。那在这里，他给到了一个，呃，其实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deepfakes。 呃、uh,，deepfakes 的一个，嗯，他通过研究 deepfakes 提出了一种 deepfakes 的具身现象学，呃，这具、个、具这,这种呃具身现象学其实就是直接指向了一种他所谓的这个 <coughs> 呃否定性的一面，呃，否定就是呃这个其实也是他呃 Shane Denson 他自己的一个截图，<coughs> 就我们知道这个 deepfakes 其实就是一种。 呃，uh, 就是就是它其实是人工呃人工智能生成的呃图像，然后它把它把呃比如名人的脸，或者是把你的脸放在我的脸上，然后但是 you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嗯，那它这这个其实被广泛的运用到了那个呃色情片当中。 呃，uh, 在这里它的一个截图就是有一个有一个 porn，呃，有一个 porn，它、uh, 是用到了那个 Gal g a d o 就是那个呃、uh, Wonder Woman 那个那个主演那个演员的脸，但这个人不是 Gal g a d o 本身，就是他是他其实是一个呃，就是一个女优，对，然后但是但是这个脸呢，他用他是通过这个 deepfake 的技术。 呃，去那个，呃，就是去把那个 g a l Gatto 的脸放在了他的身体上，嗯，所以在在这里，其实他是，他是，就是他有提到这样一种 AI 程序对于呃对于肉身的侵入，嗯，在这在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这种 perception 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呃，就是变成一种副产品，一种 byproduct，就在其中就是。 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其实在，在就是在比如说你看到这样一个 deepfake 的这种通过 deepfake 去生成的这种图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些 bug，就是他说，比如说像这个图当中，呃呃，这个 deepfake 生成的这个图片呢，其实你还是会看到，就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其实会看到它。 呃、嗯，就是后面还是会有一些模糊，比如说像这个盒子，它周围的就是它的 background，它 background 就是它时不时的会产生一些 bug，会让你看到它的那个它不那么呃真实的一面。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其实你就已经意识到了，哦，你你就嗯，哦，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呃真实的图像，这个其实是一个 AI 生成的图像。但是可能，比如说对于很多观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喜欢 Gal Gadot 的。 呃，某些特呃特定受众群来说，他虽然知道这个是假的，但是呢，他他还是就是他的身体上还是已经相信了他，所以呢，这个这个在 s h a n d e n 他把它叫做这个 suspension of belief，呃，就是一种呃信念的悬置。 就是说，你已经，你虽然知道这是 Deepfake 生成的，但是你身体上还是不自觉的相信了这个在你眼前的这个就是一个 Gal Gadot 的裸体，嗯，然后这个呢，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呃，比如说这个就是就是就是因为这种算法，它是在以这种以纳秒为单位时间尺度上运作的，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这种感知，所以其实。 即使当你感知到了这样一种故障的时候呢，这个对象本身或这个图像本身其实已经影响了我们，呃，这种呢就是被他认为是一种前主体感知，就是那个 pre-personal 嗯、um, affect，嗯，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当这样一种故障、一种这种呃压缩为影和一些这种其他一些不相关的图像，嗯。 出以这样一种视觉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它还是会对我们产生这种呃身体性的这种物理性力量的这种原因。呃，那像 deepfake 呢和类似 deepfake 这种去相关技术产生的图像，它之所以能够就是如此彻底的去解构一种连贯的空间形式呢，就是因为他们。 削弱了这种感知，这种视觉感知发生的时间窗口。那，嗯，就是在这个 defake 的这个呃视频的这个主中呢，这种主体的这种扁平化，这种视觉的呃非人格化，嗯、呃，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非常有限的一种呃一种审美路径。那其实。 这样一来呢，它其实也标志着，就是由算法、由算力去强化了一种呃一种一种呃性呃这个就是呃 sexist 这种性别化的这种呃主体化过程，呃以及甚至它也可以是它强进一步强化了，比如说类似像种族主义的这样一个呃这样一种呃嗯。 呃，这样一种 ideology，嗯，所以他说，类似像 deepfake 这样的一种，呃，这样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呃，这种，嗯，这种 technology，呃，它是，呃，也这种 technology 生成的这种图像，在他，在他看来是一种真正险恶的，呃，肉身美学，嗯，它其实就是，但是在，呃，与此之外呢，它其实也暗示了。 另外一种可呃可能性，就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去呃逆向的去改变这种相关的控制算法，嗯，去重新的去那个呃编码我们这种呃,呃就是这种呃后电影的媒介，嗯、呃，那我之后呢，他会给到呃也给到了一不少的这个呃艺术家的呃案例。 嗯，uh, 那呃，这个例子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说呃，一个就是他所谓的一个 isco,、uh, disco 呃 disco related image 的另外一个呃一个一个层面。嗯、um,，那同样他，呃，同时呢，他在那个呃 Linda Williams 就是另一位嗯。 呃，研究这个呃电影理论的学者，在他的，在他的呃基础上，他发展就是 s h a n d a n s o n 发展出了一种后电影的呃身体流派，嗯，同样是对呃色情呃色情片的一个呃研究，嗯，Linda Williams 在他的这本就是呃一九八九年。 嗯、呃，第一版就是出版的这个 Hardcore，呃，在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呢，他其实就是考察了，呃，就是什么是硬核色情电影，嗯、呃，以及就是这个呃这种硬核色情电影作为一种流派的呃历史和形式，那。 同时，就是呃，Linda Williams 呢，他首次提出了这样一种呃，就是呃，这种呃三种呃 genres，这种三种呃身体流派，呃，一种就是呃在恐怖电影当中的一种，是在呃 melodrama，在那个呃就是情景剧、情节剧这种。 呃，就是会以一些非常 dramatic 的情节去吸引观众的这样一种，就是像肥皂剧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pornography，嗯，这他就是在呃 Linda Williams 那边呢，他把他嗯、呃、分成了这呃三种流派，嗯，所以在此基础之上呢，就是呃 Shane d a n s o n 呢，他发展出了一个就是这种呃后 呃呃，后电影呃身体，呃的呃的三种呃流派，嗯，这三种流派呢，就是一个是那个，嗯，一个是身体作为呃替代的或者是虚拟化的对象，那这个呢，就是他考察了那个呃 VR，嗯，在通过这个呃。 呃，这个 VR 技术，我们戴上那个呃 VR 的头盔，呃，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就被作为了一种可替代的一种，或者是一种虚拟化的呃一种呃 object。嗯、呃，那第二个呢，就是作身体作为在现实或混合现实中的潜在舞伴。嗯、呃，这个它是它是。 呃，举到了那个就是一些在舞蹈当中和机器人共舞的例子。那后面我会就是会以呃这个嗯、呃，会以这个呃舞蹈为为例去呃去呃分析他说的这样一个呃 body genre。嗯、呃，还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派流派是身体作为呃训练的对象，嗯、呃，这个呢是在就是，呃，通过一些就是智能，嗯、呃，比如说智能运动，呃，运动设备，就是它会通过，呃，比如说一些可穿戴设备啊，或者是呃，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手机上，它可以呃实时的记录你的步数、你的心跳，呃，你的这个各个。 呃，你的身体的这个各个方面都可以，呃，都可以那个，呃，被数据化。那比如说，还有像是这种，呃，EEG、e、ECG，就是那个，呃，EEG 就是那个脑电扫描，呃，ECG 就是那个心心电，呃，心电描记，嗯、呃、，EEG 就是那个脑电描记，嗯。 在这里呢，就是他的他所谓的这个呃，就是呃这样一种就是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呢，呃，它为这个屏幕的这种实时生成呢提供了呃源源不断的呃数据资源，呃，所以这个在他看来是一种呃被他称作是呃代谢资本主义，嗯。 这个是他，嗯、um, s h a n d e n s o n 提在 Linda Williams 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三种后电影身体流派，嗯，uh,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跟与机器人共舞的这样一种就是，嗯，呃，这样一个嗯、um, 例子。 啊，uh, 在这里呢，就是呃，人和非人的舞蹈被他作为一种呃后电影身体流派来进行研究。呃、uh,，有一个案例，其实这个呃，Kitty Kitty t r u o n k k i t t y t r u o n k 其实也是他的同事，嗯、呃，也是也是也是他在 Stanford 的一位嗯呃同僚，嗯，他是一位呃编呃艺术家编舞师，嗯。 在他的这个呃编舞当中呢，他会用到这个呃呃就是呃人工智能以及呃机器人，嗯、呃，他会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编舞的工具，去扰乱我们就是习惯性的一些呃舞蹈创作过程，嗯、呃，这样一种对于呃剧就是人工智能对于剧身习惯的干预呢。 它其实不仅仅是来自于人类舞者或者是编舞师在面对不同身体的舞伴时所必须的主观的协调，它更源自于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编程而进行的一些非主观的处理，嗯，与此建立一种前主观的界面，呃，在这个，嗯。 在这个就是呃，Kitty Chang 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呢，他发展了一个项目叫 Output。嗯，在 Output 当中呢，呃，Kitty 他是和呃 ThoughtWorks 的呃开发人员去呃，以及那个嗯、呃、研究呃专门研究呃机器人的呃一些。 呃，学者去共同合作创立了这样一个呃 output 这个项目呢，它包括了那个现场表演、机器人技术、动作捕捉，嗯，还有这种即兴编舞以及这种呃，就是编排机器人的一些这种呃方方方式方法。在这个作品当中，他使用了一个一个工业机器人，他把它取名叫 Wen，嗯。 去作为那个作为一种他获取获取动作的一个途径，那他也就是 Kitty 呢，他本身也是被这种机器人的美学和动作特征所吸引，嗯，他选择就是把他们重新构想为一种编舞的源头，嗯。 那它核心的一个动机呢，其实就是揭示这个人类和机器人的身体如何通过技术中呃中介化，嗯，以及就是说，当被嵌入到这个跟真实的、跟我们人类的身体去共同出现的这样一个表演环境当中呢，呃，有多少的这种呃情感和表达被丧失了，或者是被转化了，嗯。 它在这里呢，我们会在图上看到，它其实有一些，就是它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这里它是实时生成，就通过这个呃摄像，呃通过这个 camera，呃去呃呃实时的生成了它呃面部的呃影像，然后同时呢，它其实在这里呢，它也用它也利用了那个 AI 去指导它的编舞。 就是有一些舞蹈呢，可能不是，呃，它并非是符合人类舞蹈当中的那种惯性的一些呃经验的，呃，所以 AI 在这里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于呃人类编舞的一些呃舞蹈方式，呃，从而去打开了一种新的一种呃身体的呃可能性。 嗯、呃，这个项目其实它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呢，也进行了一场回顾。在这个期间，它制作了一款就是 AR AR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嗯、呃，我们就是呃，每个人都可以下载这个 AR 应用程序，跟这个机器人 One 去一起舞蹈，然后并且可以把这个生成的这个视频呢，就是发给啊 Kitty。呃 Katie 那这些视频呢，又会进一步被用作 output 未来的一些表演当中，于此去创造一种呃互动式的这种呃编舞方式。所以这件，嗯、呃，在这个 s h a n d e n s o n 看来，他他呃就是以这件作品为例呢，也是去试图利用这种呃相关与去相关性来揭示身体的一种可塑性。 嗯，以及一种就是，呃，同时，嗯、呃，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的一种身体的触碰，嗯、呃，就是他所谓的这种跨越空间，指的就是，呃，这里的身体就 hip,、就是，就是 here，就是就是他在场的这样一种身体，以及屏幕上的实时生成的他的身体，就是。 呃，一个虚拟的或者是在屏幕上的身体，这个是跨越空间的。那跨越时间的呢，就是一个他当下的一个身体，以及就是他在这个呃图像当中不断循环的呃身体，呃之间的这样一个一种一种一种呃一种 touching 一种触碰。 呃，所以在这个这个这个，在在在他看来呢，我们其实现在今天做出的每一步、每一个姿势、脚步或按键，都是与看不见的机器的共舞。那这些看不见的机器，其实就是萦绕在我们环境当中的那些无所不在的 AI 能动者。嗯，所以同时，他在。 他也将这个电子游戏呢，也认为是一种舞蹈。这种舞蹈就是手的舞蹈。但这种手的舞蹈呢，就是一种呃非常这种呃呃非常重复性的呃机械性的一种呃舞蹈。它跟那个 Kitty c h a n 的那个是呃也是形成了一个呃 compare and contrast。呃，这个就是说他在。 嗯，这个是他在讨论这个智能成像系统当中的时候，去讨论到的一种，就是呃重复泛化的一种特性，就是说，嗯、呃，这些智能成像系统呢，它使得之前比如在这个工厂条件下要由人工去执行的一些动作，去变得自动化了，但是呢，与其说它这些嗯。 这些自动化使得人类摆脱了在装配线上的一些特有的这种运动的呃碎片化和重复。这种智能成像系统，它反而使这种重复泛化到了工厂之外。嗯，同时就是这个智能成像系统呢，其实也是对我们呃身体的一种呃规训，以及对我们。 呃、uh,，aesthetic，我们对于我们这种美学的一种呃再教育，起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所以他在这里提到了这样呃这个呃电子游戏。嗯、um,，那呃最后会介绍到呃一个例子，就是一位呃非裔艺术家这个呃 Newson，呃 Newson 他在这个。 在二零一九到二零二三年期间呢，有一个项目叫 Being，呃，这个 Being 呢是以一个名叫 Being 的呃人工智能，呃为主角，就是它是以计算机生成的视觉形式，它呈现为了一种模糊了性别和种族的一个呃机器人身体。 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跟人类进行互动。那这个项目呢，其实也也发展了三个版本：一点零版本、一点五版本和那个二点零版本。那这个呃一点零版本呢，其实最呃一开始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在费城的一次呃一次展展出。嗯，它是。 在现场，它是有有有展览、有表演，同时也有一个舞会去呃同时进行。那这个作品也被认为是舞厅文化讨论这种舞厅文化中的呃第一个人工智能。呃，这个人物的这个外貌，其实他也是汲取了传统的这个呃非洲艺术实践和跨性别表演，以及那个呃就是酷儿非裔美国。 人那个那个舞厅文化，以及对于呃非洲未来主义的一种想象，在这些元素呢，都在这个机器人身体在它的这样一个虚拟舞池上跳舞的这种奇观当中融合了，呃。 Bing 呢，它通过这个麦克风跟观众就是产生一个互动，去生成一场合成的表演。那他们讨论的范围呢，其实有这种关于舞厅文化的，关于就是思考这种去殖民化，呃，以及这种。 呃呃，这种存在主义等等这些啊、呃、话题，那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有时候会要求这个人类对话者他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是提供一些呃一系列就是跟这个话题有关的更多信息，而且他偶尔他会违背用户的指令，会就是他会。 他会基于自己受训的一些一些左翼思想家的文本进行创作，比如他会引用像 Bell Hooks、像那个呃福柯等人的一些这种呃观点去回应呃观众。那后来他还有一个做了一个。 呃 b i n g 1.5的这个版本，呃 b i n g 1.5其实是它开发的一个应用程序。呃，这个应用程序呢，它当时开发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当那个，比如那个乔治·弗洛伊德，呃，那个时候不是被这个白人警察给杀害嘛？呃，在这样，就是还有包括，呃、以及针对很多，就是2020年间。 被呃杀害的很多名，嗯，无辜杀害的很多名黑人，以及这个呃，嗯，以及这个黑人跨性别者的呃一些这种对于对于他们的一些焦虑和抑郁和愤怒的一些直接回应。那这个呃 app 呢，这个应用程序呢，它其实也是旨在帮助这个黑人用户去应对呃日常生活中面临的。 种族侵害，所以这个 app 它会提供一些虚拟疗法、一些积极回应和冥想，呃，去帮助就是根据呃用户的一些个人需求去制定呃个性化的内容，嗯呃,呃，从而就是说促进一种呃互助系统的建立。那这个版本后来到了这个 Being 二点零的时候呢，它又拓展到了一种舞蹈疗法，呃。 在这里呢，它是使用了那个动作捕捉，记录了一些 Vogue 舞者的一些呃运动模式，然后呃，然后通过这个 AI 把他们导入到这个呃 Being 这个角色当中。但在这里呢，Being 它被作为一种数字呃数字 g r o w t 呃这个。 呃，这个 griot 它是来源于西非的一个传统，就是它在西非，呃，它在西非传统文化当中呢，呃，griot 被认为是一个，嗯、呃，是一个多重角色的人物，就是他是讲故事的人，他是表演者，是历史学家，是技师，是治疗师，嗯、呃，等等的这样一种。 呃，是他也可以是诗人，是音乐家等等这些角色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呃这样一个人物。那他在这里在 Bing 2.0当中，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呃数字 Griot。嗯、um,，在呃这就是呃呃在这里呢，就是他会也是会跟这个现场的观众呢呃进行呃实时的互动的。 那嗯，冰饮呢？它本身在 s h a n d e n s o n 看来，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反殖民的势力，呃，一个一个例子，它展示了就是在这种，在这种就是，呃，如何就是。 呃，在在在今天去构建一种一种一种共通感，呃，一种新的就是所谓这种具身性的呃美学，但同时呢，这种具身性的美学又具有某种呃社会的变革性的力量或者这种社会约束力，呃，那在这里呢，就是这种去相关性呢，呃，它就被视为了是一种根本的去殖民化。 我们思想的手段，嗯，他通过将这种呃，就是肉身运动和这个呃视觉和这个 image 去呃这两者的结合，作为一种呃一种肉身本身所具有的呃双重力量，呃，那在这里就是呃呃 being 呢，就是这这个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一种就是他邀请用户去。 通过将他们跟这个计算系统、跟其他呃人类的这种呃互动界面，去引导到一种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前个人，就是 pre-personal，或者是去相关的这种物质层面，去实实验一种就是人类的一个呃一种其他的存在方式。呃，那在这里呢，就是可以以这个朗西埃作为一个结束。 嗯，um, 就是我在这里最后提到朗西埃，其实也是对于他呃，Shane Danson 整个这个他的一个愿景吧。就是他其实他在书里面也多次提到了，呃，也多次提到了朗西埃。他为什么举这么多的呃这些呃艺术的案例？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但我呃我在这里没有就是把它一一举出来。就是嗯，朗西埃其实他在这个他提出的这个美学的政治。 一种就是可感性的分配呢，其实它要指向的就是一种呃平等和民主政治，呃，在其中就是奇感，就是朗朗塞所谓的这个奇感，就是艺术与政治的一种连接点。那我们就是真正就是他在嗯，因为朗塞他提出来的艺术的三种辨识体制。 一个就是影像的那个伦理体制、艺术的诗学，还有一个就是艺术的美学体制嘛。那他这里就是朗塞的观点是，他要发展的是一种艺术的美学体制。那他这个指向的，就是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这种民呃平等和民主。那这里呢，就是嗯，希望就是通过能够就是去呃分享这种感性经验，来去建立一种呃情感共同体。 呃，把这个审美活动，嗯、呃，或美学，呃，美学活动当做是一种革命和改造、改造社会的实践，所以在朗西埃这里呢，革命它变成了一种审美实践和有关生命跟情感的呃政治，所以它赋予了美学一种新的创造和生产性。呃，这个呢，我认为也是，其实也是 s h e n Danson 他在研究这个后电影媒介的当中呢，他。 呃，其实也多次提到了这个呃，aesthetics 这个美学和政治。那他在这里呢，其实呃也是非常深刻的受到了呃朗西埃的启发，他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比如说像在刚讲到像类似这种 d e f e s 的这样一些。 呃，这样一些呃，他所谓的险恶的这种肉身美学的这样一个大行其道的今天呢，他试图，他是寄期望于呃很多的这种艺术作品能够实现像朗西埃所谓的这样一种呃变革式的力量，嗯、呃，它能够就是让我们去。 呃，就是形成这样一种可以分享感性经验的呃一种情感共同体。嗯，那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好的，呃，谢谢，谢谢苏超今天的分享。呃，那么，呃，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其实部分也和我自己的研究有关嘛。那我肯定是非常。 感兴趣的，呃，而且呃，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呃没有没有真正的空闲时间来读一些新的学术著作，所以就是呃实在是呃机构这边太忙，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个这本新书的分享，我觉得还是非常呃我觉得非常非常呃及时的吧，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及时的。 呃，我觉得这个，我我可以稍微先先说一点点吧，就是，嗯、呃，就是你开头其实也提到，就是 post cinematic，post cinema 就是后电影这个概念，其实确实存在蛮久的了啊。但是你也会发现，从九零年代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后，它自身也经历了非常多的迭代了，已经啊，就是说 post cinema 这个本身，它其实已经已经、嗯。 进化了很多个版本出来，啊、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呃、最新的这个版本，其实大量的纳入了呃关于算法和人工智能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呃，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很很很和当下的这个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包括其实我也买了刚刚出的一本中文的译著啊，呃，就是叫呃后电影视觉啊，它、呃、它的英文名叫 Post Cinema。 Cinematic Vision，它是二零年的书。The Co-Evolution of Moving Image Media and Spectator，它这个书是二零年出来的，然后今年翻译出版，相当就对于中文的出版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啊。就是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对于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媒介条件下呃后电影概念的呃更更新，其实都是非常感兴趣。当然，我手头这本。 中文书它主要是 focus 在呃、uh, feature film，就是我们说常规的叙事电影的层面。所以我对比而言，就是我们看今天分享这本书，大部分的案例都是跟当代的影像艺术、媒体艺术相关的。我觉得，所以就是呃会啊、呃，本身在这两本书的立论和他们的这个理论援引层面，其实也是有。 有一些差别啊，有一些差别啊。那么今天你分享这本书，其实它的理论索引其实相对而言，我可能也也是比较熟悉的这条线索啊，包括这个 s u b c h a c k 这个这个线索下来的很多的讨论啊，我觉得就是呃，我其实也想谈一点这种很 general 的这种想法。其实这个电影被诞生从诞生。 那一个时刻开始，它其实就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呃，effective apparatus，就是它是一种行动的媒介啊。当然，它同时也是一种现象学的机器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发明出来的这个一百多年以来，然后我们对于这种 moving image 的这种形态的那种所谓的啊。 呃，那种感知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啊，就是啊用你今天的分享的一种呃逻辑线索，就是说从呃 c o l o relational 的到 dis c o l o r a t i o n a l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呃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知道电影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呃，它显然是非互动性的啊，显然是非互动性的。 啊，但是它某一种层面,面，它又是 embodied 啊。那么是怎么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电影，然后第一次放映像，像火车进站，呃、啊，这种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影像作品，它给予了所谓在场的观众一个非常强的 shock。 那种现代性的震惊的体验，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呃 m o v i n image 层面火车开进来一个像他们呃，开过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这种所谓的啊、呃、非互动性中，其实它有一种参与性啊、呃、互动性和卷入感啊、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像呃非常著名的 Tom Gunning 这样的学者，他们从一早就开始说。 呃，就提出了像 Cinema of Attraction 这样的概念，吸引力电影的概念，就是说，在电影讲故事之前，它有一个阶段，就是纯粹的是 Attraction，这个 Attraction 来自于什么？就是 Movement，就是来自运动本身的一种 Attraction 啊、呃。所以在非互动性中，其实它是有呃呃互动的，有参与性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我们一直觉得呃非互动，非互动到了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说，尤其是在呃。 就是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在在在在这个呃到了，比如说这种什么五十年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互动性的电影，但是都是很很短暂，比如说气味电影啊、触觉等等等等啊。那么后来，其实真正发生改变互动，其实还是在啊媒体艺术这个这个方向上的影像里边啊，比如说 Jeffrey Shaw 他们那批人最开始做那种互动性的影像装置。 就是开始要打破那种呃电影的那种啊、呃、非互动性这一面，然后让这个具身性的一面彻底的体现出来等等等等，呃，那么我们说这种互动性后来尤其是九零年代开始吧，在当代艺术中很常见啊、呃，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古典了，甚至就是非常过时的一些互动的东西。 啊，那么我们今天又又往前迭代了很很久，然后啊，当然我这里边这个这个论述是我一个非常感受性的，就是肯定不是很严谨的，中间省略了很多东西。啊，那么到了今天，比如说这个呃、啊，苏超杰分享的这个这本著作的时候，他又强调非互动性，那这种非互动性就是一种啊啊。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非相关性的互非互动性嘛啊，就是所谓的从 AI 的层面，从算法的层面，它已经不再为人类呃,呃创造影像啊，那么他们是为自己创造影像，或者他们之间交流的一种影像。这个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就 operational images，就比如说导弹导弹的那个影像啊，那个导弹就是用巡航导弹上面都会有一个啊小小的。 摄影机，但这个影像本身拍出来是给其他的呃这种所谓的 instrument 呃设备看的，呃，并不是给人看的啊。所以说，机器和机器之间可以用影像来交流。那么，这个影像本身严格意义上是一种 operational images 啊，这个其实是布拉瑟的一种关一种说法。嗯、那么，这个这个就跟呃是人类是无关的啊。所以，这种非互动性的影像今天发展到今天，那么。 和我们说工厂大门式的那种非互动性又变得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像像 ChatGPT 这本书肯定还没有办法那么那么就是系统性的涉及像 ChatGPT 这种这种所谓的这种 GPT 模型的大语言模型的这种 AI，呃，那么呃，包括它也估计呃很难，就比如说 Mid Journey 啊这种呃这种非常新的。 呃，这种呃，就是 Mid Journey 当然还是主要是呃非运动影像了啊，现在已经出了非常多的运动影像的这个这个 AI 插件等等，呃，所以我我们说这个呃迭代到现在这个这样的这个层面，我们去怎么去理解这种呃非互动性呃，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有趣的一个啊、呃、一个一个时间节点。那这本书其实还是蛮。 蛮蛮恰逢其时的，但我我我刚刚下载啊，所以还没有没有时间看啊。反正这个呃，Mason 这个或者这个这个出版社，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就是开源的书嘛。啊、呃，原来就是呃，我经常上，它就是都会发表那种比较前卫的呃最新的这种理论啊、呃，所以就是原来我我没没事就上去看一看，因为它经常会推出新书。 包括、嗯、还有类似的几个出版社都有这种性质，什么呃，Open Humanity 啊，什么就有几个出版社都是带有这种开源的，但就是只发表这种最时髦、最前卫的理论的这样。呃呃，我我我觉得就是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呃，当然我也准备呃，就是有时间的话，这个呃没有这么多事儿的情况下，我有时间再看一下这本书。 好吧，我先先说这么多啊。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呃，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呃，强强啊？呃，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最后是用了西埃做结尾嘛，其实也提到一个关于平等的问题，然后就是前面这些，因为其实这种。 不太是我的领域，但我就是比较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技术对人的身体的一种去深化，呃的一种演进。然后就是这个平等，其实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东西。就是我能够理解的是这种技术和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就是在看到那种影像对人的身体的影响这种，呃。 说法的时候，我总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就是被技术影响的身体和没有被技术影响的身体。当然，某种程度上，在这个人类即不可能，呃，不可能，就是说有谁能完全逃脱技术对自己身体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是有一种很显然的不平等？我我是想知道，就是作者也好，或者。 就是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因为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呃论点的这个落脚点在平等的话，其实可能我还是会有一些没有 get 到或者有一些质疑的这种地方对。对我我澄清一下，就是这个平等是朗西埃提出来的，不是就 Shanderson 他没有呃他的落脚点没有在平等上面，就是。 但我伊朗现在作为结束，是因为他最后其实 s h a n Danson 他在这本书的呃就是尾声部分，他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担忧，呃和呃和这个就是就是在这个后电影，他对后电影媒介并不是持一个完全完全拥抱的这样一个态度，就像我刚前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像 Deepak 这样一个反反例。 呃，所以我用朗塞作为结束是主要是其他的这种美学，就是他的美学的政治，就是呃平等是其实是朗塞的一个论论述点，那个是在他的那个年代，呃的一个论述点，就是尤其是当他作为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政治参与者的时候，呃以及他受到了这个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六八呃和六八的那个呃呃运动。 的那样一个呃时代背景下，但我这个就,就是，但是他呃，Shan d a n s e n 他的那个论述点是放在了这个呃美学上面的，就是他希望的是能够，就是他为什么会举一些很多的一些艺术家的案例，其实他也是试图去呃能够通过他希望吧，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呃美学实践。 去实现一种，呃，去实现一种一种，当然也不能用革命这么大的词，但至少是去实现一种，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make our society better 的这样一种非常。 还还是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一些愿景，所以为什么就是这里我提到了像这样一个案例，尤其是当呃当这个 n e w s o n 他在做这件作品的一个环境的背景，就是当时乔治弗洛伊德他被呃白人警察呃就是杀害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然后当时美国又爆发了非常大规模的这种黑人的平权运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他创作出来了《鼻影》这件作品。 就是他希望能够去关注到这个呃呃黑人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以及就是呃尤其是在这样一种美国的这种呃呃社会当中，他们的一种呃去关注他们生存的一种呃焦虑感。嗯、呃，所以这件作品他然后期望就是以这件《先 d a n c i n g 以这件作品为例呢，我觉得他其实最后，因为他自己其实也在书里面也多次提到过朗西安。 他其实是要以这个美学为这样一个落脚点，他试图去重新，就是去，去，呃，去通过现在的这样一种，呃，整个的社会环境，再去拿、啊、或再去延续，呃，朗西埃的这样一种愿景，就是去赋予美学现在一种新的一种生产性、一种革命的一种改变的力量，嗯。 是的，我我稍微补充两句，就是其实，呃，在我们谈这个，呃，谈这些媒介技术，包括谈延伸到自然和人类记忆一些相关的议题的时候，这里年其实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我们呃很多的学者呃，那么之前是非常强调这个 non-human 的这个面向，呃，那么 non-human 这个面向某种程度上。 当它一再被强调的话，其实形成了某种，呃，那种所谓的呃，你可以说和现实和政治不相关性的一种趋势啊、呃，就是说，呃，就我们一直在强调非人啊、呃，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它最后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呃理论和或者艺术出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啊、呃。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回看当代世界，那 那呃，就是它又是一个非常充满了不平等和动荡和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怎么去弥合这个所谓的啊、呃，好像这个 non-human 去人类中心主义自带的那种去政治化倾向和现实政治的那个呃那种呃不和谐的那一面，我觉得这是很多啊、呃、这几年我反而看到很多的学者想去做的一个事情啊、呃，就是呃包括。 呃，T.J. Demos r 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类记的呃一个批评家和理论家吧，那他在新书里面也是大量的回到朗奇安，就是说，那么比如说我们谈自然、谈人类记的问题，那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对每一个人类个体呃能够分享、能够拥有的自然是不平等的，呃，那么。 那在这个情况下，呃，那么就是呃，或者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我们说每个人类个体就是天然的、呃、有等级或者有差异的，啊、呃，那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重新去呃扩大这个所谓政治？因为在老先生那里，美学和政治其实就是呃，我们可以说是一回事儿，啊，就是美学就是某种扩大的政治、啊，那么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呃，就是在这种比如人类记的政治是什么？ 啊，他他就会直接呃呃，就是呃，关乎我们如何去啊、呃、创造新的呃，比如说透过新的艺术创造新的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很很强调这个呃这种所谓的呃在这种新的美学的呃背景下面啊、呃，比如说去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的情况下去重新和旧的那些。 呃，所谓旧的美学发生那种连接，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很，我觉得很怎么说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很正当的一个一个一个选择吧。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谈这种地质问题，那么也会涉及到 e x t r a a v g a n c e 就是所谓采掘主义的问题，啊，那么它都回到，比如说都会都会回到不平等，都都会回到去殖民。 啊，都会回到这种所谓呃，或者说这种呃地缘冲突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呃，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嗯，其实是高度纠缠的一个状态。嗯，对，好的，谢谢苏超和杨老师。